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 Taco。好久没有拍影片了，真的好久好久没有拍影片了。上一支影片我记得是好几个月前吧，300S 啊。那在这段期间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呢？并没有。好，那就如标题所说，我今天就是要来拍这台 NT03， 那顺便卖它。那这台 NT03 呢，是我邻居的，就是之前我卖忍者400的同一个人。忍者400呢，骑一骑腻了，换 NT03。那 NT03 呢，现在骑一骑又腻了，又想要换一台，所以我就来顺便帮他卖一下。那借由这个机会呢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为什么 NT03 是我认为黄牌街车里的入门首选，好不好？那老样。如果你不想听我废话，你已经是个老手，你已经什么都知道的话呢，对这台 NT03 有兴趣，你可以拉时间轴，你可以直接跳后面，我会介绍一下这台车的详细资料跟它一些改装部品。先跟大家讲，这台 NT03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新啊，我自己看了都还蛮心动的。对，有兴趣的话可以拉到后面啊。好，那接着看下去的人呢，恭喜你哦，你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。那就让我来帮你们讲解一下NT03 的一些优点和缺点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就直接下结论，直接先讲缺点好不好？就是那么的快速。NT03 这台车，我认为它有几个缺点啊，就是第一个，它的自动系统，它自动系统呢，也不是说非常烂，但是呢，就是如果你骑快的话，它会有点刹不住的感觉哦。但是雅马哈的自动好像一直都是也不是说烂啊，就是不是那么的足够，好不好？就是那作为入门街车，那它配一个比较基本的自动，那我也觉得合情合理。那你一般正常使用的话，这个自动系统还是不错。但是如果你要竞技一点的话呢，这个自动系统就稍显有点不足了。第二个缺点呢，我认为会是它的配备，因为你看同级距的 Z400 啊、CB300 啊，他们都已经配备滑动式离合器了。那 NT03 呢，还是没有配备滑动式离合器哦，这对新手来说呢，会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哦。但滑动式离合器这东西不是说一定有，但是呢，有了一定会更好，没有人不想要啦，对吧？所以配备部分我觉得是它一个缺点啊，而且它也没有多连杆后避震，所以在这方面呢，跟同级相比稍微有点逊色。再来一个缺点呢，就是它整体的外观造型。那它的外观造型呢，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。大家可以看到它前方这次改款的 NT03 是非常凶的，非常有侵略性的。我敢说同级距它不一定是最帅的，但它一定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车哦。有没有看这个口球脸就知道了，真的会非常印象深刻。我觉得它是侵略性最强的车啊，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 Dark Side of Japan 的那种概念啊，真的有帅到。为什么说外观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呢？前面真的是超帅超完美，但是呢，你看后面它的屁股呢，就是仿赛的屁股，就是跟 R3 一样。那这种双车车种哦，共用料件呢是不可避免的，毕竟省成本吧。所以他就直接把 R3 的屁股接过来，但接过来呢，就会发现，好像有那么一点不搭嘎啊。就是他这么壮硕的车头，然后延伸到后面，感觉有一个短尾会比较利落，就像 NT09 或者是 NT15 那样。那你有一个翘高的屁股呢，就不知道说起来就是有一点怪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梗图，就是大家画一只马嘛，大家都在形容说这部影集怎么可能开头很好，然后后面就变很废。NT03给我感觉呢，就是前面的马画很精致，然后后面呢可能就是草草带过的那种感觉。对，这一点比较可惜啊，就跟 CBR650R 一样啊。CBR650R 它的车头很帅，但它车尾用了街车的屁股，就没有那么的好看。对，那以上呢就是我觉得 NT07 它比较大的缺点哦。还有一个就是前面配了 37mm 的导岔，我觉得很棒，刚性多多少少有一些提升啊。但是呢，你前面升级了，你后面是没有升级的，还是基本的单枪中置后
避震，所以就有点头对不上尾的感觉。这一点呢，在操控上，如果你是比较激烈启程的话，感受会非常明显，就是前后有点对不上的感觉。所以这一点也是它比较可惜的地方。那差不多这些就是 NT 银山的缺点了啦。那如果你还有觉得有哪些缺点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补充一下。那再来呢，我们讲讲 NT 银山它的优点。那第一点呢，就是它的外观，好不好？是缺点也是优点啊。外观呢非常帅，刚刚有讲过，车头一看就忘不掉了，那个口球真的是忘不掉了，非常的霸气，非常有侵略感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它的座高，它座高呢只有780mm，基本上就跟进站一样哦，所以很多人从白牌要升上黄牌的，你可以直接无痛哦，你也不用担心什么踩不到地什么的哦，它的座高真的是非常的平易近人，就是给新手骑的概念啊，不会像CB 三排啊那样坐高稍微有点高。那再来一个优点呢，就是它的动力。它的动力呢，虽然是打着扭力大师的名号呢，但是它的动力非常的平易近人，它起步非常的温和。这样好也不好啊，不好的呢就是打着扭力大师的名号，有一些人感觉被骗了。但我相信更多是好的，因为毕竟你在买黄牌入门街车，你应该都是新手居多啦，所以这个动力呢，刚好让你可以开始适应这种比较大排气量的车种啊，前面非常温和，然后它一直到8-9000转才会开始有拉扯力，而且那个拉扯力也不是突然给你灌下去那种，也是有点线性的这样才出来，所以我觉得这点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平易近人，非常好上手的动力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它的后勤保养啊，这台NT 零三的后勤保养真的是蛮省的啦，包括它车上的一些料件啊、车壳都蛮便宜的，维修保养的点也多，后勤真的是雅马哈的一个强项啦，所以你不用太担心你会修很贵啊，或者是带料很久，而且点又多，所以基本上你不用担心这台车的后勤。这台是公司车，没错，这就是公司车的强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讲完以上的优缺点之后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了解在 NT 零三？那我们现在呢就实际上路，然后骑给大家看，来分享一下它的实际骑乘感受是怎么样，好不好 ？Let's go。哎咻，好，刚跨上来呢，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油箱哦，这个造型真的非常棒，我敢说300级距应该就它的油箱造型最宽的哦，真的非常霸气，很有那种09啊10的感觉，这点做得非常好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坐高780mm 的坐高。我身高176，直接平踩到舒服到一个不行。那我相信170左右应该都是 OK 的，非常容易操控啊。还有一点啊，就是这个仪表呢，虽然是更新了新的样式啊，但还是有点简陋。我比较喜欢上一代那个紫灯的样子。哦，这个车主他排气管有做一些跟动哦，等一下再来跟他分享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台七乙哦。那刚刚一路骑来呢，其实还蛮顺畅的啊。实际骑乘感受我觉得非常的不错，很舒服。因为这一代的 NT 零三啊，它的把手是有加高加宽的，所以搭配上它的脚踏也蛮低的。那整体配合下来，姿势不会很别扭，整个骑乘姿势是处于一个很舒服的状态啊。那有一点要讲，就是它没有滑动式离合器，不过它的离合拉起来不会太硬啊，我觉得阻尼适中。但是你就要注意一下，就是你在退档的时候，后轮还是有可能锁死的，所以退档这部分可能要多注意一下。动力就是非常线性啊。起步软软的，到了尾速才会有一点出力这样子啊。跟同级距的对手相比哦，我没有骑过力400，但我骑过忍者400，他们引擎应该是都没改过啦，所以起步跟中速的部分 ，Z 四百应该会比 NT 零三再来个有力一点。那我个人会是比较喜欢 Z 四百的那颗引擎啦。那 NT 零三也不慢就是了。那说到起步哦，也不得不提一下 CB 三百啊，它起步真的非常强啊，毕竟人家是单缸嘛。
这台 NT03 就有点算是比较均衡一点的车子，它的起步没有 CB300 快，中尾延伸呢也没有 Z400 快，但是呢它的平衡性是很好的。那 NT03 它的坐垫哦，我觉得没有到很舒服，我刚从百捷宝路这样骑到台七乙，和屁股一点点不适，一点点而已。所以如果你要骑很长途的话，建议可以加厚一点。那现在顺顺的骑了，我觉得非常的舒服。 NT03 它虽然起步比较软，但是也是很容易就来到了七八十啊。那在四五千转这个区段呢，它整台车是会有一点震的，所以尽量可以避免开这个区段来骑乘。那到八九千转呢，就会开始出力哦，所以如果你想要爽一点的话呢，你可以维持在八九千哦，一直换挡，一直换挡，一直换挡，应该会是一个很爽的超驾体验啊。到顶了，先给它暂停一下。以前都可以停在前面，这个区间呢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过那个时间。所以我都会在这里停一下，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开啊，但是就保险起见。哦，蛮帅的。哦，那说真的啊，在 NT03 就是一台新手车嘛，该有的它几乎都有给你啦。那有一些配备上呢，虽然不比同级距的强，但是它的整体平衡性非常好，其实有点像是说，如果是论动力的话呢，那我肯定是选 Z400， 它动力比较强嘛，我比较喜欢那个动力。那论妥善率的话呢，我肯定是选 CB300 啊，毕竟本田的妥善率毋庸置疑啊。但是呢，综合评分下来呢，我会选这台 NT03， 就是包括整体的外观啊，动力，包括后勤，我觉得这台 NT03 应该是里面最优秀的。而且 NT03 它是 R3 的双生兄弟嘛，对不对？ R3 可以改装的料件呢，它几乎都可以共用啦，对不对？一些什么手把啊、脚踏啊、拉杆啊那些的，其实是一台非常好的车啊，其实改装空间非常大，超大的。所以如果你是新手哦，推荐 NT03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想要赛的话，想赛车的话，我会建议你去买 R3。NT03虽然也不错，但因为它这一代的区别就是手把比较高也比较宽，所以呢，它跟 R3 有一个很好的区隔开来。你要舒适呢，你就买他们街车；你要竞技呢，你就买仿赛。我们应该可以。可以滑到前面去讲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它就是变成整合式的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，短排架，然后挡个土厨 Duke， 它算是有点玩乐性质的，对啊，你如果可以接受它单缸的特性，只要它不要漏油，不要有什么状况，还不错啦。好，又来到我们最期待的环节啦，就是介绍改装品啊。那首先这台车是2020年出厂的，然后2021年挂牌，目前里程的话是，看一下ODO 3186公里，非常的新，3100公里。公司车好像2500的时候才换过机油滤芯那些所以这台车真的是非常的新啊。然后颜色是消光黑，这颜色应该就是通吃吧，没有人会不喜欢。那基本上呢，它都是停在地下室，然后下雨天不骑车，除非骑到一半下雨，就跟那台忍者400一样。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有一点点脏啦，不然其实这一整台车是非常非常新的，毕竟只骑了3000公里嘛。好，那我就介绍一下改装品吧。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前后的响尾蛇行车记录器哦，这个应该是每一台车都必改的东西啊，前后行车记录器。那再来呢是 DMV 的水箱护网，这里防倒球。DMV 的可调拉杆，然后有6段可以调，那是选了一个红色，
八风客的端直镜。那这个圆镜呢，说实在我在用的途中，我觉得还蛮好用的，其实它看的视野还蛮不错的。那它这个镜面有选了一个偏蓝色的，好像有什么防眩光的效果吧，这两个没有附哦。那这个黑准力是车主的，他会拔走。那这个是我的，这里油箱上盖呢贴了一个 DMV 的，就是类似卡泵的装饰，也蛮漂亮的。我的残缺的贴纸，当然这个你之后自己撕掉也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移到后面。首先呢，短排架是一定要的嘛，短排架，然后方向灯装在这两边，让整个车尾呢看起来更利落。那车主也装了一个下土厨，虽然露出轮胎比较帅，但是如果呢你骑到一半下雨，或是你要载人的话呢，哎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。驻车球、DMV 的链条护盖啊、DMV 的内土厨哦，这都是改装的。然后后面也改了一个 NJP 的避震器，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做一些你想要的调整之类的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啦，肯定是比原厂好的啊，不然原厂那个真的是有点弱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这个后垫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它比较厚一点？那没错，车主呢，因为他有的时候有载人的需求，所以他把这个哦加厚了。那这个呢，我的小帮手也是有认证过的，其实还蛮舒服的。我自己来坐坐看好了，其实还不错哎，接触面积有点变大，然后也没有那么的硬，短途应该 OK 啦，大概那种二三十分钟的路程。那长途的话，可能还是会有点累啦，毕竟它后座比较高嘛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就是排气管啦。排气管呢，它是没有装尾段而已哦，它把尾段拆掉，然后这里做一个饰盖，有没有？嗯，这整个后面看起来就更利落哦，我是觉得蛮好看的啊。那大家可能会觉得，你如果把排气管拆掉，一定很难，很炸吧，对不对？其实不会哦，也不会到很大声，就稍微再大声一点点而已。基本上我觉得跟原厂差不多啦，但是它那个音有出来哦，我就觉得还不错。我直接实际给大家听好了，有没有？有点像改装管齁，哦哦，哎，小小的放炮，我觉得这个管就挺好的啊，简单利落，嗯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些车主的改装啦，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入门的改装啦，那该改的也都改了，你再买回去，如果你没有太多竞技上的需求的话，你只要拿来通勤偶尔出游，哎，我觉得这就改好啦，就不用再改啦，好不好？那车主呢，他是想要卖21万呐、啊，那当然价钱这部分都还可以再讨论啊，什么过户费、税金之类的都可以，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再讨论啊。车主想要现金，所以如果你是要分期或是贷款的话呢，可能要自己处理一下哦。嗯，五衰五倒啦，前面大家也看了 NT03 的一些优缺点啊，我也讲白了，它就是好上手嘛，好骑，保养又便宜，入门车。缺点呢，可能如果你是老手的话，可能不够力，自动有点软，配备呢稍微比同级少了一点，但是综合表现下来，我觉得 NT03 是最优秀的啦。好，那如果你对这台车有兴趣的话呢，欢迎来 IG 私讯我，我会在留言的置顶区一直更新它的一些状况啦，我详细资料我会打在那个置顶留言。那要约看车的话，欢迎新北土城可以约看车，你要怎么检查随便你啦，反正就无摔无倒嘛，3000公里新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。那题外话，我有另外一个朋友，他的CB300 啊，可能要卖掉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兴趣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留言一下，那我就拍一个一模一样的，那顺便帮他卖这样子，好吧？好啊，那有兴趣的来私讯我吧，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